这是2023年戴资颖与安喜莹的第二战，在上一次的全英赛，安喜莹逆转将戴资颖拦截在决赛之外后，本次亚锦赛两人会师决赛可以说是立马来复仇了。但此次的安喜莹好像状态并不是很好，许多的球都打得畏畏缩缩，甚至有点像总决赛与金佳恩对阵时的影子，但依旧在尽力克服困难，坚持比赛，打出属于自己的体育精神。这样的安喜莹显然与总决赛小组赛的情况完全不同，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。是提示大家啊，库东威选正在火热的，但是这个比赛好像戴资颖还整个状态还不错，打的场上还挺怎么说，还速度还挺快的。在两人相遇的首局，安喜莹在戴资颖的节奏中有着非常多的被动失误，但在后场的拉吊中，自身的底线球也有着多次的失误，仅仅在拿到第一分后就连续丢掉了八分，但安喜莹依旧没有放弃，开启了追分的步伐。为这个比赛，觉得前一个比赛觉得安喜莹还挺厉害，但是这个比赛今天包括打起来的话，觉得好像戴资颖要更比他要更那个一些。你觉得他挺厉害的时候吧，他又给你来一下，就失误的莫名其妙，哎，对，就是哇，领先什么什么的。今天给安喜莹基本就是往正手底，突然开始打正规了，突然发现哎，戴资颖这控球水平还可以啊。界外，在追求自己的出球质量，但是这个压底线太追求质量的这个失误就跟着上来了。整个过程有点出乎大家的预料之外啊，对，就是觉得应该是一个很鏖战的时候，对，来了一个16-6啊。因为就是根据之前的，包括前面我们说的一些打的哪些对手啊，怎么样啊，怎么突然到了决赛，跟第六次进决赛了啊，效率非常高，拿到了全英公开赛、印尼大师赛、印度公开赛的三个冠军。不得不说，安喜莹在开年以来表现得非常惊艳，虽然在此次比赛时的排名还在世界第二，但仅仅过了一两个月，安喜莹就完成了逆袭，成功登顶世界第一。而这场比赛也是他本年第六次进入的决赛，在此之前已经拿到了三站比赛的冠军。在两人进行决战之前，均鏖战三局，分别战胜对手山口茜和陈雨菲。本以为的决赛会师将会是更加激烈的情况，但安喜莹基本上都处于戴资颖的控制当中，很难摆脱出来。但戴资颖也存在着不少的主动失误，让安喜莹守住了三个局点，第一局就被戴资颖得到大优势结束。还是要有攻你才有得分的机会嘛，你光防守的话你太被动，我没有完全的这种进攻的能力，就是我可以撒上网怎么样，那就肯定是要拉开对方的位置，然后再来找机会进攻得分。里边能不能以最小的代价快速拿下这一局啊？对。给过程。好，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。但是今天戴资颖没给他这机会。上来有点把他打懵了，对，而且他防你看都没有防住，是要靠跑的嘛，你这个在场上属于打滑的状态下，就好像我们冬天开车遇到结冰啊什么的，那个轮胎打滑的感觉。在再次经历了开局就连续丢分之后，安喜莹终于叫了一个医疗暂停，自己的膝盖实在是挺不住了，同时也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，但随后依旧被戴资颖轰出了8-0，
安喜莹还没有放弃，还在尝试着追分，这样不放弃的精神确实难得，但在特殊情况下更应该注意身体情况，为了后面的比赛以及自身的职业生涯着想。无谓失误的控制以及他的体能，可以打打变速。你看这个球要是戴思颖，不会超过四分或者五分，对，几乎就没有主动得分了。戴思颖失误了几个，安喜莹的追分确实很快，这也得益于戴资颖追求高质量回球中的失误，此时的情况依旧不容乐观。在局些经过了短暂的调整，下半场也开始逐渐提速起来。一测球速的仪器会不会大家都挺感兴趣的，去测测自己的球速又是一种。界外平时呢，虽然他没有进攻，但是他的防守、他的移动、他的控制场面，其实他的移动是不慢的。对、啊、今天就是感觉，你看今天这个攻，又接完。也许戴资颖的主动失误就是所有选手都有概率击败戴资颖的希望吧，但戴资颖的球技同时又能打破绝大部分人的希望，完全能够看出来安喜莹在最后的这场决赛的对抗中状态完全不在线，但依旧还在坚持，同时在找着得分的机会。挪的会比较慢了啊，
对，就是感觉他今天腿已经挪不动了，不像之前觉得他，我一看到他就觉得哇，他好能跑啊，好能跑、啊，就给我的印象是安喜盈好能跑，得有大半个月啊。嗯，但是其实前面几场球他还好，没有，就是没有像这场球。状态啊，即使是没有太多的意外，戴资颖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，但安喜盈在自身有着强烈的不适时的顽强拼搏，坚持不懈地去完成比赛，同时在逆境中寻找突破的机会，这样的精神是十分可嘉的。可以说正常情况下，运动员一旦来到赛场上，基本除了身体原因之外，没有什么准备不充分的借口。而在2023年的年终总决赛，安喜盈赛后这样的解释与金佳恩的对阵确实是非常的牵强了。球迷朋友们，你们怎么看呢？